其实大写的是引用类型，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小写的套到一个箱子里面，都为什么要套呢？就是因为 Java 这个类型系统，就是有 primitive type 和 reference type 嘛，reference type 就是 object 的继承那些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需要一个 reference type，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大写的 boolean，把这个小写的 boolean 套到那个箱子里面，它就是一个 object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开一个 boolean，那我们什么随便写一个 result 之类的，或者我一般就写 res 之类的，哈，等于，对它的初始的话应该是负一个 false，然后我们下面要做的就是，如果有一个 iterator，它还有 next，那它就可以是 true。所以，所以应该写一个我们 false 循环来编译一下整个的这个 list。